港天后宫妈祖前往嘉义铺子配天宫，妈祖展开了联合绕境，清晨就出发。妈祖神轿由娘子军抬轿护轿，这也是两大妈祖庙史上第一次的联合绕境。400年来头一遭，鹿港天后宫妈祖首次出门绕境，清晨就热闹滚滚，庙里挤满人潮，水泄不通，恭迎天上圣母上轿。由2000多人组成的天后军团，清晨5点多浩浩荡荡出发。妈祖神轿由娘子军抬轿护轿，前往铺子和配天宫妈祖会合，这也是两大妈祖庙史上第一次的联合绕境。400年来，今天第一次在台湾巡山绕境，借由妈祖的慈悲精神，可以让我们台湾可以人们过得幸福的好日子。咱的地方所有的这先生吼，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，来要欢迎吼咱的妈祖婆的这个到临。妈祖神轿行经铺子大街小巷，声势浩大，沿途分赠压轿金保平安，让参加活动的民众都得到妈祖的保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